它整个只有一层茶卡，茶的颜色，茶的颜色。你看，我们这个妹妹已经直接染黑了。有些习惯我真的一辈子都改不了，怎么办？我就是一个习惯晚睡的人，我就是习惯一定要喝一杯手摇的人，就是讲不听。所以我今天就直接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韩国最新的一个体态调控配方 ，M2 的轻次方超能低卡鲜奶，我知道它单单一包就可以做到高鲜、营养、低卡，然后又轻。哦、就是我问啊，他们一整个系列的六个口味。哇，所以整个就是有很多选择。那今天太妃奶茶它是新口味，那草莓优格它是经典不败热销款。那它这样一包里面的营养啊，这样子哦，36%的一个植物性蛋白，什么意思呢？等于1.6颗鸡蛋，哇，2倍高蛋白的意思。它里面都是天然的一个选物，就是当大家喝到里面，其实完全不含色素啊、防腐剂甚至药物的成分。它其实只要准备这样子，大概200cc 的水，你直接把这个粉直接这样倒进去，然后你就这样盖起来哦，只要摇8秒。它添加了第一专利藤黄果，专利藤黄果其实就可以帮助一些闪电，就可以帮助阻断一些食物的吸收。那再来第二个是专利的一个魔芋纤维，这魔芋纤维就是大家刚喝到一个润润的、有点沙沙的、对，厚厚的那个口感，它是一种高纤的膳食纤维，它遇到水之后会快速膨胀，然后就可以包住那些油腻顽固的堆积物，对，然后呢马上代谢净空，就给它出去。那再来第三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乳酸菌，因为现在大家就非常需要好菌在肠道里面，那就提升整体新陈代谢嘛，那也可以帮助排便啊更顺畅。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吃的同时要兼顾健康，重点是要让心情很好。对，每天喝这一杯别人以为你喝的是饮料，不，我喝的是健康。